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 City Talk。我是汤绍成啊，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啊。今天呢，我想说来跟各位谈一谈这个美中台的这些问题。当然呢，我们也不会啊忘掉我们现在啊台湾内部的啊这些情况，因为这个美中台啊跟台湾内部啊这些其实是有一个正相关的啊，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息息相关、环环相扣的。那所以说这个美中台呢，他们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大三角，要对这个红蓝绿的这个小三角，它会产生一种这个制约的作用啊。那反过来说呢，这个红蓝绿的这个小三角呢，同时也会影响到这个美中台啊这个大三角的这个关系啊。等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位来宾啊，他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所以说我们啊希望大家啊能够有所期待啊。那首先呢，我们就要谈一谈，就是最近呢、啊、这个因为秦刚啊好像是确诊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印尼的这个所谓的东协啊外长会议呢，是由中央外事办、中共中央外事办的主任叫做王毅啊，也就是前一任的啊这个中共的外长，由他来代替啊。那他来代替，当然又跟这个王毅又跟这个布林肯啊，哎，又举行了会谈。那这次会谈呢，是继六月，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前啊，这个布林肯到了北京啊，然后好来，这个我们这个贵宾已经来了啊，你要把那个别上去啊，好好好，来，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贵宾呢、啊。他叫做尤世斌，你看啊，这个名字都写出来了啊，都啊非常清楚的啊。他是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的副理事长啊。来，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各位观众朋友啊，大家好，汤老师啊，我是汤老师的学生，也是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的副理事长啊。目前厦大已经读了四年了，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啊，正在努力的写论文当中啊，目前也正在参选我们中立区桃园中立的立法委员，哎，谢谢大家。嗯、好的、啊，好，那我想说，我们今天呢，就先从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在东协，也就是在印尼啊，这个所举办的这个东协外长会议，那东协外长会议呢当中呢。这个布林肯啊，跟王毅呢，他们又举行了会谈啊。那举行了会谈，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因为王毅差不多一个月前啊，六月大概六月十九号的时候啊，他才访问了北京啊。因为他访问了北京之后，才会有叶伦上个礼拜啊到北京的访问啊。等于说，布林肯呢，他把这个路子啊，哎，把它铺好了，然后让叶伦，然后后来呢。还有可能这个气候大使这个 Kerry， 还有这个商务部长这个 Raimondo 啊，等等等等，这些美国的这些高官呢、啊，可能都陆续要到北京来访问啊。那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王毅跟布林肯的这个会晤呢，可以说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从哪里看得出来呢？因为这里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这个他的这个国务院啊，哎，他还发布了一个正式的这个宣告啊。那这个宣告呢，他讲明了说布林肯要跟王毅在印尼会见啊。这个以前呢、啊、他们有些时候呢，这根本就什么事都不讲，公告都没有啊。可是这一次呢，哎，他特别还把它写出来了啊，也就是说做了一个公告啊，那就表示说这个美方啊，确实他比较开放，而且采取一个正面的态度啊，正面的态度。那美方他有意要缓解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那当然
这个主要还有好几个目的啊。我想说，你看看你这个志斌，你要不要稍微说一下为什么美国人最近啊是好像这个对中国大陆呢是这个非常的友善，而且还某些情况下还非常的低调啊。你像比如说像这个耶伦啊，耶伦去到从下飞机到北京的时候，一直每次碰到中共的官员啊，哇，他说三鞠躬，哎，比较礼貌，很礼貌，很礼貌。哦，那这个让人家感觉好像这个非常舒适啊，非常舒畅啊，让人说这个美方的这些官员啊，哎，其实他不小啊，对，因为这个布林肯他是接班的第四名，对。第四顺位，哎，第四顺位，而这个耶伦呢，他是第五个，哦，所以对对，重要的就在这个布林肯的后面，是是，从那 Romano 的话就排到第十个去了，啊，那比较后面了啊，那所以说这个耶伦呢还是非常重要，因为他管钱的嘛，对，因为他是这个财政财政部长，所以他管钱的，那管钱呢，当然就是说他要去找钱，你比如说你要去收税嘛。对不对？哎，对对对对，可是你找钱找钱，怎么找到北京去了？哈哈，这个东西说，这里头当然就有一些这个情况了。是，那因为他找钱找来了以后呢，哎，就给政府就是放钱啊，一方面找，一方面放啊，这个就是他美债的压力，主要的他的这个工作。好，来，你看看，你觉得他这个总的讲起来啊，为什么美国呢？他好像蛮急的。对对对，他们这些高官啊到大陆来访问啊，他们都非常积极啊，非常积极，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原因，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你觉得从我的观察啦，对，因为我在读这个厦大的经济学嘛，哦，对，那对中美的对抗其实我也做了一些，虽然没有深入啊，但也做了一些研读，尤其最近那个耶伦讲了一句话，那个香港的凤凰卫视还特别在那个微博说，耶伦说我们美中之间哈，大陆跟中美之间是有一些这个差异在，但是呢，我觉得耶伦跟柯文哲讲的话有点差不多，柯文哲说不要对抗整个大陆嘛。那耶伦在大陆的访问还特别提到说，他们虽然美中之间有一些歧见，但是，美国跟大陆不是要完全的对抗，而且跟他以前的表现可能还更柔和。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从政治到经济，因为说实在的，中美在对抗里面呢，大概2011年左右啊，有一个美国人出一本书叫《大国的悲剧》嘛。那大国的悲剧讲就是说，所有的霸权他都是不希望别人变成霸权，只要你变成霸权，我就先踩死你啊！我自己要维持那个霸权的定位，就是老大老大。但是因为随着整个中共的崛起，那时间显然没有站在美国这一边，时间可能是站在中国这边，而且我们有很多海归的人啊，包括我们一些台湾人，他回到这个台湾或者回到大陆来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学者还跟我说，他说美国，我这个等一下老师你的看法怎样？他说美国基本上哈，中产阶级以上已经可以接受美国势必要被中国大陆给超越，就但是只是说心理上还不能够很接受。那前面的一些中美对抗，比如说他进要提高关税啊，进大陆很多的产品呢，这个其实造成美国国内更大的问题，就是他你要进大陆的产品，然后。他国内的这个产品的费用就提升了，没错，你提高关税以后，你反而是增加他国内人民的生活成本。那美国本来它就是一个贫富差异对抗的社会，这个会引起美国社会的不安定啊，没错。所以可见就是说，对这个意思就是说，从美国内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是有相当的需求。你比如说，因为这个耶伦是管钱的嘛。对不 对, 对？就是因为美国这个债务的这个问题呢，非常严重，啊，他现在这个债务虽然是债务上限暂时解决了，他只是不是解决，他只是把它延到2025年了，啊，而他最近呢、啊，就是又推出了国债将近1兆1000亿，你想想看啊，这么多的国债你要怎么办？那所以说呢，他是一定要借助外力。那所以他跑到国外去 啊，对不对？因为你国内的这种状况啊，他好像没有办法说完全来啊
这个面对这么高的这个债务，那所以说呢，他跑到国外去，国外当然第一个就是跑到北京嘛，啊，那希望那你说欧洲人他怎么可买他的国债呢？你说日本人、韩国人，当然了，日本也是有一些了啊，可是呢，他总是已经到了他这个极限到顶了。那老师，你觉得中国大陆还愿意再买他的美债？中国大陆是这样子啊，他的这个状况是说啊，你要我直接买哈，那我要有条件了。要谈判、可是中方呢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做法，什么做法呢？他就说，你比如说这个巴西啊，巴西上次这个总统不是卢拉到了北京嘛，对不对？他们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呢？就说这个巴西啊，他也是有非常高额的美债，是他跟美国也借了很多钱，那中国就跟他讲啊，就说了啊，你的这个美债啊，我帮你还一部分，等于说我就贷款给你了，对不对？我贷款给你，然后你去还这个美债，同时呢，你的原物料，就是你巴西本身的原物料，很多的矿产，对，那中方是需要的，是，那我用人民币来跟你买，哦，有点狸猫换太子哦，也不是换太子，只是说一个嫁接啊，嫁接，就是说我一方面帮你还掉了你的部分的美债，是另外一方面呢，我用这个人民币呢来买你的原物料，好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买你原物料以后，你就有人民币了，对，到时候你用人民币来还我的美债，哦，那是不是那这样子还有一个权，还有一个这个他的条件，他说未来我们两边啊，做生意用人民币，就用人民币了。那这样就让人民币，对不对？那人民币就嫁接了嘛。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比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其实这也是中国大陆崛起的另外一个表征了。那美国乐意吗？美国当然不乐意啊。那可是呢，这些国家想说，我先帮你还美债，你这个不得了的事儿了，对不对？因为你现在要付很多的利息啊。对，进一步要退两步了。当然，谈判的过程，当然就是这样吧。就我们这样变成两利，而且变成这个，同时又可以解除美国的问题。对，因为中方还有一个忧虑是什么呢？因为他看到这个美方啊，他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态度啊，他把他这个所有的这个外债了，全部就是俄罗斯在国外的啊这些资产啊，就把它冻结起来了。好了，那这个东西万一将来美中之间有些什么状况的话，是，哎，那你会不会美国如法炮制啊？那可是我现在是走巴西啦，我走其他国家的，分散风险的一个过程，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怎么去扣啊？你扣过巴西的看看，巴西没得罪你啊？是，对不对？那巴西是跟我中国借钱啊，对不对？我借给他，那我借给他等于说转了一手，对不对？转了一手，我帮你去还，对，对不对？我帮你去还，那到时候我就要看你美方的表现了。是，你表现的好，我多借一点；你表现不好，我少借一点。少借一点，那对不对？那咱们来谈嘛，对，对不对？那你说我们要直接的啊，第一个。这个叶伦也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哎，你要停止减持美债，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要去把美债都卖掉，是，第二个当然希望你能够增持美债，就是你不要减还要增一点，是，那中方就想，那咱们来谈嘛，那现在这个东西可能还比较遥远，可是呢，如果说我走旁边我刚刚所说的那种方法迂回的，哎，迂回，那这样子的话，那不但对巴西有利，同时对我人民币也同样有利，国际化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很好了。那这样子的话，那可以给美方一些这个暗示啊，说咱们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中方最重视的就是你的这个3000亿的这个这个高额的这个关税，3000亿美金货品的这个高额关税。是，还有301的条款啊，你要不要来有些什么样的调整，做一些弹性，对，如果说你在这一方面你可以有一些善意的回应的话，那我就叫这些兄弟小弟小兄弟啊，来，你们就多还一点，是，多还一点美债，对不对？那反正这些美债嘛都是老大哥的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还可以，还不错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美方还有巴西，同时还有中国，对，三方受益，一石三鸟，哎，这个不是蛮好的吗？对不对？好，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啊，就是这个叶伦去嘛，对，
耶伦去了以后呢，当然这个因为他表现特别好，嗯啊、对不对？女性啊，一直鞠躬，处理外交有这个、啊、三鞠躬啊，不，他回去被骂了，哎、就被骂了、啊，回去被骂了，我说你太软弱了啊。可是呢，他原本在美国的时候，他就反对要跟中国脱钩。啊，所以说跟这个拜登啊的这个政策呢、啊，他当然他还是算是比较鸽派的。那当然有些你像比如说这个商务部长这个 Orlando， 哎，他就是比较这个鹰派的啊。那所以说这两边呢、啊，哎，情况啊，这个大概可以说稍微调节一下的话，那就可以，那就能不能这么理解？好的结果了，就是说从政治外交的角度啊，美方是比较硬碰硬的。那从经济的角度呢？经济应该算是美国的软肋了，从经济的角度，因为它一手硬一手这个软嘛，那软硬之间它一定要取得一个协调。而且说实在的，这个中国大陆现在也不是无下阿蒙，也不是听你这个使唤的小弟啊，他们也有，中国大陆也有他自己的外交的主轴，也有他经济的主轴。那我过去上过这个林中斌的课，还曾经提到说，其实中国的这种政治的智慧，因为它是一个古老的帝国啊，古老的王国，它有这种政治的智慧。说白宫很多人还在学习那个孙子兵法，好，所以是不是这一次这个拜伦跟布林肯啊，耶伦跟布林肯到这个中国大陆去的，其实也应用孙子兵法的一些这个以柔克刚或以刚克柔，当然也有可能啊，对不对？当然有可能、啊，因为耶伦大家都认识他，因为他已经当了很久了嘛，啊，因为以前他也当过那个联准会的那个主席嘛，不等等等等啊，就是对这个人，其实这个外界呢，啊，尤其中方是高的、哎、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而且呢，他一直反对脱钩，那所以说呢，中方这次对他呢，相对的比较礼遇。啊，对，李玉的话呢，就是等于说，哎，你见到了这个李强啊，总理李强，对，还有这个何立峰是副总理啊，他是管这个财经这块的啊，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部长啦，怎么的，还有以前的刘鹤啊，刘鹤已经退休了，因为刘鹤跟他交过手嘛，啊，那所以说把他又请出来了啊，又也都见了一面，也就是说整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氛围还不错，可是呢，有没有什么实质的这种进展？那我们还得要观察啊。意思就是说，原本这个管道啊，根本都还不健全啊，都断掉了啊。那现在呢，最起码这个管道，哎，就把它恢复起来了，哎，衔接起来了。然后呢，哎，你这个氛围呢，又好像搞得不错啊，因为你这个笑脸嘛，对不对啊？我们笑脸迎人。那所以说呢，这样往后啊，那很多事儿啊就比较好办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还再回到这个老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美国人那么急啊？这里头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还有一个其他的状况呢，就是我们大概先梳理一下啊。就第一个，就是原本呢，在去年在印尼巴厘岛，这个习近平跟这个拜登不是见面了吗？对，他们见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要建立管道，对不对？结果建立管道，哎，正准备说这个布林肯，那个时候他们都讲了嘛，尤其是拜登讲了，布林肯要去啊，要去北京啊，啊，那正准备要去的时候，哎，搞了一个气球事件，他就停了。结果气球事件是二月啊，然后呢，到了五月，那就差不多了，等于说这个事件呢、啊、已经大致告一个段落了。那布林肯就一直说吵着要去，吵着要去北京啊，那结果北京后来也都同意了，只是说他接待的啊这个规格啊。比较冷淡，你看到、啊、他一个人下飞机也没有人去接他，就他们驻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去接他了，是啊，剩下中方这边好像没什么官员去接他。中国对大陆好像中国大陆这种接待啊，他们很注重的，很讲究，很讲究的政治的氛围。哎，对对对，可能是把前面一些气氛不大好，其实这个国际他立刻反映出来，对，国际外交某种程度跟谈恋爱是一样的，也需要一点这个气氛，稍微这个前面太剑拔弩张了。对对，那我觉得确实我们这个时候应该要大力的赞扬一下女性的力量。她是蛮可爱，对，一个老奶奶，哎，老奶奶，就像李秀莲说的，蛮可爱的。李秀莲说，这个女性啊，如果全世界领导者都是女性的话呢，可能战争社会就。这个世界就可能和平就不会那么多，而且我们台湾还有一个人哦，他曾经在推广说，以后如果台湾去跟大陆谈判哦，他们要求哈，谈判的人员要超过一半是女性，但是这一半的女性可能要先排除蔡英文才可以。对对对，没错。好，那就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 Blinken 去了，那 Blinken 去呢，你说到底有没有什么这个结果呢？这个结果你说有嘛，也有那么一点，你说没有嘛，其实也就根本就没什么这个根本的大的结果啊。有那么一点是什么呢？是说我们以前的这个断掉的这些交流管道啊，他就把它接回来了，接回来了。那这个氛围呢，当然没有现在这个这个叶伦那么好，可是呢，也都还差强人意吧，对不对？就平平淡淡啊，就把他这个接回来。那因为你布林肯去了，那所以说才会有拜伦啊，这个叶伦他的第二步，他的访问啊，然后后续还有一堆人嘛。那所以说这个布林肯，他可以说是一个破冰之旅啊，可以说非常重要的啊。好了，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呢，北京那就认为说，哎，你这既然要来，而且呢，这个事情呢也都拖了一段时间了嘛，从二月到五月嘛，对不对？那所以说 ，OK 了，那就让他来啊，让他来。当然了，那这个谈到台湾问题呢，这个还是双方这个坚持不下。可是最起码，这个布林肯他讲了，他说啊，反对台湾独立。啊，还有这个，他这个一些这个场面话，至少这句话是让大陆稍微把不爽的心情收敛了一下，哎，稍微可以这个宽心一点啊。好，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当然现在这个因为叶伦去了之后，那这个整个的情况呢，确实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比较正面的发展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说美中之间啊，这个一直僵持下去的话，其实这个对中国、对美国都不好。对，为什么呢？尤其对美国啊，因为这里头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还有一个欧洲的问题。是，为什么欧洲的问题我要在这边讲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如果说中美之间的这个交流停摆了，可是我们看到了中欧之间啊，哎呀，非常热络啊，哎，几乎所有的大国、小国领导人。全部都跑到北京去了。最早的一个就是这个舒尔茨，他是在二十大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啊，这个还是去年的事儿啊。二十大过了一年，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哎，他就去了啊，他打第一枪啊，因为这个习近平这个二十大嘛，对不对？刚刚开完啊，他就去了。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巴厘岛，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拜登跟习近平见面的那个场合，对啊，那个场合也有一堆的啊，这个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啊也都去了。然后呢就是 APEC 大概是那个这个巴厘岛的那个 G20 完了以后就到了曼谷那边开 APEC。就是这两次的这个会议呢，那习近平等于说他有一个所谓的主场外交。为什么叫主场外交呢？是说习近平他都只待在他的旅馆里，是其他的人呢都跑来见他，他并没有去跑到人家的旅馆去见这些另外的领导人，展现这个大国的气势，哎，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主场外交，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比较想要跟我见面，那我并不见得那么想要跟你见面，对不对？看谁比较需要，谁比较有需求吧，啊，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个就是所谓的主场外交。而这里头呢，当然除了拜登，因为他第一个就跟拜登见面嘛，对不对？那跟拜登见面完了以后呢，还跟了一堆的啊，这些欧洲国家，那当然还有一些亚非拉的。啊，国家都见了面了啊，这些领导人都见了面了。那所以说呢，那如果中美之间啊，这个管道啊，如果说一直都不能很畅通的话，是那欧洲的角色就比较重要了，因为中欧之间的这种关联性，贸易啊等等，这种关联性呢就凸显出来了。好了，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如果说这个美国将来要跟中国，要进行交往了，那你是不是你还要去找欧洲人来帮你把，是不是啊？帮你来瞧一瞧啊。那所以说，美国又不愿意看到欧洲跟美国之间啊，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太紧密，专美一拳。是。那所以说，他也觉得说我必须要，加紧脚步。对，加紧脚步呢，来啊。那老师，我们能不能这样认为，就是说这个是美国要对中国围堵啊？他原来是希望对抗嘛，创造整个西方国家，然后包围中国。我们能不能把它视为这是美国对中国围堵政策的一个失败，或者一个重新调整的过程？同一场可能是我们等一下讲到北约的时候啊，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啊。意思就是说，现在美国呢，它因为北约也是美国主导的嘛，对，对不对？那北约总共31个国家，主要都是这个一个加拿大以外都是欧洲国家，对不对？那是那边，可是这一次不一样。这是什么呢？
这次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的领导人全都去了。嗯嗯嗯。好了，那这样子一弄的话，你是不是把这个北欧的这个欧洲的势力呢？哎，又拉到这个亚太来了，是，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你不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包围圈了吗？嗯嗯，对不对？那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海权势力，对陆权国家，陆权两个最大的，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嘛，是，对不对？对于这个陆权国家的一个围堵、包围的一个统一战线。啊，那这个东西我觉得等一下我们有空我们再来谈一下，意思就是说这个态势啊，美方好像已经把它做出来，可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说这么多的国家呢，中方呢是可以各个击破拉一打一的，他也有一些调整的方向，对啊，好，而且这个就是说因为其实政治跟国际政治它一样，它就是一个变动的过程。没错，就是说，如果美国的策略是中国跟俄国是躺着让你来围堵，那当然你会成功，因为它也在动啊。没错，而且整个国际的局势在变化。那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说，以中国现在经济力的这种强大的穿透力，很多国家是不愿意放弃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啊。没错，没错。所以你美国如果一再的去主导。我认为欧洲国像老师你对欧洲国家的了解，欧洲国家真的一定会大力完全配合美国嘛？我认为国家利益至上应该是每个国家的特色啦。对，每个国家不可能完全，不可能每个国家都以美国都是为自己嘛？对，如果所有的国家都以美国利益至上的话，那美国大概会成功。那很多的国家像前阵子不是法国马克宏也跑到大陆去，虽然回去也被骂了，可是我认为说每一个国家它生存的。依据生存 的所谓的目的就是国家的利益要至上，当然国家利益优先嘛，这个我想说这个放诸四海而皆准，每个国家都是为自己嘛，对不对？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更进一步了啊，来看看啊这个在东南亚的这个情况了啊，然后呢我们再看看这个欧洲的情况。这个东南亚的这个情况啊，在拜登上台之前的两个总统，一个小布希，一个这个川普啊，对，他们都没有很重视，因为小布希那个时候就面临到911，对，911是2001年啊，对，2001年美国花了10年反恐，到了2009年啊2010年那个时候才回过神来，才说哎呀，怎么这个东亚地区好像。都跟中国啊建立了很紧密的这个分工链了，你龙我龙了，你龙我龙了，哎，我龙了。那所以说美国才提出来了，说我们要重返亚洲，对不对？这个大家可能都还有印象。那可是那个时候呢，美国又搞了一个次贷危机，对不对？2007、2008自己稀累了，自己哎太稀了。然后但是因为其实说实在哈，东盟跟中国大陆，因为它这种地理因素啊，这种就是很紧密的相靠嘛。那有很多的资源，尤其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企业的外移啊，其实是先往东南亚移动嘛。对，那而且中方他因为整个分工链嘛，经济的发展以及他想要，虽然我们都说大陆市场很大，可是很多中国大陆人他不是说我大陆市场很大我就在这，他觉得大陆市场太大但太竞争，所以他们也纷纷像我过去在金融业哦，你知道吗？做 P2P 的。做那个脚踏车的，他都想要进军东南亚，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因为进军东南亚，第一个就是心理上有优势了，因为过去东南亚很多国家是被中国大陆视为他的藩属嘛。第二个就是说，东南亚这些国家，当然我们如果谈到亚非会议啊，就是当时周恩来还在当总理的时候呢，他们到什么万隆啊，到印尼的万隆，他们。整个共产党的这种国际外交政策也有他的一套啊，朋友要多多的，敌人要少少的。那当然，整个东协他也要谈到刚刚，他也要在自己的国家利益、国家的立场上去发展他的经济。没错，那完全听美国了，那不是都死在一起了吗？没错。所以说这个状况呢，中方呢就利用了这个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就是因为从911开始嘛，就战略机遇期十多年了啊，一直到川普上来啊，是。就这段时间呢，啊，这个中方呢就跟这个东南亚这国家呢就非常的打得建立了啊，对，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那这个拜登上来了以后呢，他一看这个情况不对啊，他就接着这个小布希的这个所谓重返东亚、重返亚洲的这个政策呢，他就继续发展。所以他对这个东南亚国家啊，表面上讲得很好，结果呢？好像实际上的利益还是非常有限。他有一次请了这些东南亚国家
的领导人啊跑到这个华盛顿去，结果呢他说我给你们1亿美金啊，你们大家分吧，哈哈，笑死人了啊，就是说口袋那么浅啊，这个让人家感觉这么看不起啊，那可是中方在那里扎根很深啊，是啊，包括那个一带一路了、啊、包括你的基础建设啊什么什么等等，那所以说呢这些国家呢他们就希望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我要左右逢源啊，意思就是说我一方面我跟中国要做好朋友，一方面我跟美国我也要得罪他，哎，也要做好朋友，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安全要靠美国嘛，对不对？因为美国跟在这个地方有他的这个军事利益，那我经济上啊商贸上我要靠中国啊，那所以他是希望这个左右逢源，那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这个中美两大国之间、啊、的一个竞技场角力，哎，对，就在这个地方角力了。好，那这个是这个东亚的情况。好了，那我们再稍微讲一点这个欧洲的情况，因为最近啊，最近那个北约啊，他们才开完了这个所谓的高峰会啊。那高峰会呢，它里头有几个重点呢，跟我们有关的，我们来提一下啊。第一个，他对中国呢采取了强烈的抨击。嗯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这个当然了，他会，他去年就开始了，那今年呢又变本加厉。他总共提到中国总共有15次啊，就表示说他非常非常重视中国的这个角色啊，尤其他觉得中方呢，他在这个政治经济上呢，这个全球扩张啊，尤其呢他也担心啊，中方要提出一套这个他们自己的中国的中国式的啊这种国际秩序。啊，这个让欧洲国家呢很不是滋味。他说：“这国际秩序应该是我制定的，怎么你现在又来搞一套呢？”对，这里头有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形象的啊，就是布林肯。布林肯去年五月他做了一个中国政策报告，其中有一句话啊，我来提一下。他比较了一下中国跟俄国对美国的这个威胁啊，他说俄罗斯是怎么回事呢？俄罗斯是违反规则。这是俄罗斯。他说中国是怎么回事呢？中国是新定规则啊，制定规则跟从违反规则是这两个差别大，层次跟定位是有点不一样。他这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形象，是啊，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俄罗斯你就打篮球啊，你违反规则，五次我把你这个叫什么下场啊？他意思就是说，你只是违反规则，我的规则都还在。嗯啊，将来你如果说你要重新遵守规则的话，我再把你叫回来。对，还同意你，还同意你继续打，还继续打。对，可他说中国不是这样啊，他中国是说还要搞一套新的规则，要把你这套旧的规则要加以取代的。对，要突破啊。对，这个符合中国的国策啊，他制定注重创新啊。他在2015年啊，是2015年那个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习近平就做了一个讲话。嗯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我们要建立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不对？这个你都很清楚的啊。而且同时，他又提出一个叫做人类共同价值。嗯，那这里面有自由啦、平等啦、和平啦、发展啦，什么等等等等这些啊。其实这个名称啊，都跟西方国家的这个名称是一样的啊，没有差异太大。你要自由，我也要自由；你要平等，我要平等；你要人权，我要人权。是。可是他讲了还有一句话很重要的，是说这些这个重要的概念的内容，是各国制定啊，它相对不是只有欧洲那一套，或是欧美那一套，或者美国那一套，不是说让欧美人你说了就算。而现在呢，他觉得呢是说，你比如说甲国啊，我认为这样就是自由，那我就是自由，这就是自由。乙国认为说这个符合人权，就是符合人权了。不是说你美方欧美这一些国家啊，他们提出来的要放出四海而皆准。所以说这里头就牵涉到刚刚布林肯讲的那句话，说你要重定规则了。那其实中方这个可能比较让这些小国接受啊，当然了，因为他有一定的这个，当然了，这小国个性化，小国一听，因为中国跟这些小国呢，或者是跟这些亚非拉的国家呢，都有同一个命运，就是受到西方国家的殖民、压榨、对不对？侵略、剥削，大家都有这个感同身受嘛，对不对？都是难兄难弟嘛，哎，共同的历史命运。那哪像你这个欧洲、欧美国人这个高高在上的，是，对不对？那他当然他一听，哎呦，以前因为没有选择，对，因为中国那时候没有崛起嘛，嗯，对不对？
以前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嘛，非要听美国的不可。美国说一就一，说二就二。那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这个中国崛起了，是，而且呢，它在尤其在一个转捩点是什么呢？是在2008年、2009年、2008、2009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是欧洲又搞了一个欧债危机。对不对？我想你这个很清楚的，都是不负责任的。对呀、啊，就是他们的那些像欧洲国家，欧洲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对不对？怎么你搞到后来你这个债务都还不清了？对，那所以说那个时候谁呢？那个时候是胡锦涛。嗯嗯，胡锦涛呢带了大把钞票啊，到那边去当个救火队队长啊，在那边纾困。啊，这个欧洲五国嘛，什么葡萄牙、希腊什么哎这些，对，这些都给他纾困了。结果那个时候。很多的观察家就觉得这个情况有些转变了，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中国你还是一个开发中国家，是，同时你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嗯，这个社会主义给人家的观念是说你这很贫穷的，对，对不对？以前社会主义都是很都是口袋空空的、啊、对不对？尤其你还是这个开发中国家，你像譬如说以前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你有东德啦，有什么波兰、捷克、匈牙利啊，什么这些，他们还有一点工业基础啦。对对。可是你中国是原本可是根本没有的。对。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晓得哎，你怎么如此多金啊？你钱哪来的？所以他们就这个突破他们的想象了。不过这个。中国大陆他对他自己的制度跟他对他自己的政治他是有一定的自信的，中国大陆没错，他说贫穷不是，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西方国家也应该要重新去审视，包含我们台湾的社会，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啊，我看过一些大陆的书啊，哎，他们是有使命感的，他是要用社会主义改造世界，他觉得你资本主义太糟糕了，你又有美债，有欧债的危机，你这祸害全球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重新，不是今天要去捧共或舔共，或者去吹捧社会主义，而是要了解社会主义的这一批人，中国大陆这批人，他们也有强大企图心啊！他是要改变世界，用社会主义去改变世界，而且他们还提出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对，第二个，没错，1979，大家都要过好日子。对，1979年以后呢，这个美国有一个人到上海去啊，当时邓小平还拿一张股票送给他，然后告诉那个人说，股市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啊，对，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也要活络我们的这个金融市场。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中国大陆它是有企图心，没错，它的这个企图心是建立在它，我不是要去压榨这，当然因为美国也会说啊，你是在压榨这个亚非国家，可是从某种程度啊，我们在大陆这个生活的时候，我有一些朋友、啊，哎，他是真的跑到非洲去做生意啊，对对，很多宝贝，然后回来带着一些非洲的酒。那他说到那个地方，他们其实说在的，他到那个地方去繁荣。他说欧美去那边都掠夺啊，对，掠夺那个矿产、啊，差别就在。他说我们中国大陆去那里建设啊，我给他建高铁啊，我给他开马路啊，我给他这个开超市啊，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啊。所以其实从过去欧美去殖民整个非洲。跟中国大陆现在到非洲去做生意，我想那个本质上完全不一样。非洲人就是说这些小国的感受它是不一样的嘛。对，当然从刚刚老师讲到这个说有共同被欺负的，他们比较容易心比较哎难兄难比较容易走在一起嘛。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确实就是说可能非洲这块战场大概美国所以说这样子一弄好了。我就回到我们刚刚这个布林肯那句话了，他说你中方呢你要重定规则。你要搞个新的，搞个新的，那新的如果说你现在慢慢被人家接受了以后，那我旧的怎么办啊？那不就垮台了吗？那所以说他们真的是相对的非常的忧虑。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中天军事频道，大国武器大观 on fire， 聚集战略专家、军事将领，专业评论，洞悉全球最新军武动态。请订阅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芯片上架和即时直播。还是有人关注这个主题。好，现在我们继续啊，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呢，就说这个在东亚地区啊，这个是一个美中的一个竞技场，可是呢，欧洲地区啊。是有一些不同的、啊、欧洲地区呢，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说这次北约搞了一个峰会嘛，啊，那北约搞峰会，那
这里头有几个特色呢，就第一个他批评中国，哦，是这个非常非常强烈的批判啊，哦，就是说这个中方呢什么要，推翻以规则为基础的这个国际秩序啊，哦，等等等等啊，哦，那可是呢他说我们在该合作的地方呢还是要合作的，可是这次我想讲了就是说他特别邀了日本韩国这个澳洲纽西兰，是这个亚太国家也搞在里头了，那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现在呢就开始在磨合，就是万一将来有一些什么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北约跟亚太的国家呢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标准啦，比如说你通讯的频率啦什么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要联合作战了很困难的，对啊，你要有很多的这个磨合的过程，所以他们现在就在做这个磨合的过程，就是万一将来啊要联合作战，联合哎军事行动的时候，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无缝接轨，可是这个当然还要有一个过程啊，那所以说这种做法呢当然就对中方可以说是非常不利的，意思就是你这个联合了亚太国家，你要进对中国呢，当包括俄罗斯在内了，你要对中俄两国呢要进行围堵啊，那这个也就是海权跟陆权的这个啊一个啊竞搏的一个博弈的一个情况。好，那这边我们刚刚讲了一个是东亚，一个是这个欧洲，还有这个亚太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北京现在有一个这个策略是什么呢？它分三个部分，第一个在商贸部分咱们尽量开放，比如说你这个叶伦来啊什么等等啊，以后罗曼多要来啊啊都可以谈啊，那尤其是这次的这个叶伦啊这表现很好啊，所以说这个这块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就外交，外交当然主要还是这个台湾问题，是啊，那这方面呢中方呢就相对的比较保守了，比较硬了，比较硬了，礼让了，台湾那么礼让不知道在台独了啦，对他这个里头的这个空间呢就比较小了，是啊，这个就是外交方面，而在军事方面呢，中方还是大门一关，跟你不来拒绝往来户啊，就算是你这个布林肯上次去北京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打通这个中美两国的军事交流管道啊，所以说军事交流呢还是放在后头。可是这一次呢，啊，这个印尼的这个布林肯跟王毅的会议是不是在这个军事方面的交流呢，是不是有一些进展还很难说。这里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是什么呢，是这个中国驻美国的大使啊，最近呢，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动作是什么呢，他跑到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里头去了，这个五角大厦啊，跟他里面的这个中国官员啊，有一些接触，是不是说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啊，来缓解一下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的这种冻结的状况啊，这个我们还要观察，所以说还很难说的。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最新的啊这个国际格局了。那在这种国际格局，当然美中之间他们放出来的讯息呢，是说我们希望还是稍微的缓和一点啊。这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说，因为美国啊，现在慢慢慢慢也要进入它的大选季节了。对，啊，因为它是明年年底十一月才选举，可是呢，到明年初，大概他们整就从明年初到年底，整年他们都搞选举。那现在呢，还在热身的啊这种状况中当中，可他想，这个当然是这个美方的担忧了，中方当然也了解这个情况啊。他说，因为你一选举啊，那双方之间呢，就会啊有很激烈的失控，很激烈的这个语言的啊这个对峙交锋，那这里头呢，当然中国议题就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而美国这两大党啊，现在民主党执政嘛，这个在野党共和党，他们可能就会竞相的要打中国牌啊，谁打得越有力，可能这个选票就越多，对，看谁打来这种有这种观念了。好，那这样子一弄的话，可能明年啊，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要缓和的话呢，好像比较困难。那今年的话呢，因为还是热身阶段嘛，选举的热身阶段，所以今年呢还算相对的比较好一点。啊，那所以说呢，就今年呢，这个拜登这边呢就希望说，哎，我们赶快打好一个基础。打好一个基础，万一
明年啊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的话，那我们起码还有一些互信啊。那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啊原因啊。那所以说美方呢他也是就是比较急了。可是好，那现在我们回到台湾了啊。那回到台湾的话，那赖清德讲了，赖清德讲说什么啊？什么走进白宫？对，这个我觉得你前两你今天跟我讲的很好，你再说一遍看看。我觉得这个赖清德现在的对美跟对大陆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有点到六神无主的状态啦。一方面可能因为赖清德长期哈对这两块业务并没有深入。我认为他对美国或对中国大陆的熟悉度都很有限啊。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他到大陆去，原则上是不会讲说我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因为他要洗白啊，不但不讲，他还要洗白。对，因为你要去哦，其实这个是他强力的破坏了跟大陆之间的一种信任的管道，因为你这样是等于是摆不是摆对方一道而已啊，你是捅对方一刀啊。因为在中国大陆这种政治非常严谨的时空背景下，你到那边去，你先前你要讲的话一定是跟对方有个默契，他才敢邀请你去嘛。结果你去，你当场给人家洗脸。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以我对大陆的了解，现在大陆的整个听说你是刚刚从北京回来嘛，是吧？对，从北京回来，稍微说一说。我认为就是说，整体上，因为整个大陆的这个涉台的氛围，就是对赖清德的这种政治的信任度是零了。所以赖清德还敢说我想跟习近平吃饭，这个是完全是，当然他有可能是讲给深绿的听，他这个是吃豆腐，吃习近平的豆腐，而且这个吃到冻豆腐了，吃不动的这个冻豆腐，我认为他不是吃豆腐，是吃到这个冻豆腐。那他对大陆的这个情况的不了解，以及跟整个中方的谈判的或者交流一些管道的，通通的就是被他自己给扼杀掉。那对到走到美国，这不就让人家更清楚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介入台湾选举之深啊，远远超乎人民、超乎民间的想象。你一个总统候选人呢，你当然陈水扁更失格的说他是美国的军政府，是美国控制下的一个殖民地、次殖民地。那我想赖清德走的是传统的绿营的路线啊，那我认为这个是对国际现实跟国际政治无知的表现。那柯文哲去呛他，柯文哲去呛他说他是那个白宫的外佣嘞，我觉得好像没有比这句话更合适的。这个只能说柯文哲真的是，这个国王的心意啦，点破赖清德的盲点。那当然，因为在整个选举的局势里面呢，如果蓝白不合啊，可能我们最后选出来的可能就是柯文哲啊，不就是这个赖清德嘛。那以赖清德对中美之间啊，对我们整个，因为我们台湾的政策一体两翼啦，就我们一体是内政嘛，那两翼是对美跟对大陆的关系。那以赖清德的无知程度，我想赖清德如果选上，可能是台湾国际政治的大灾难啊，对，大灾难，非常危险的。好，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有些媒体就在讲了啊，说这个柯文哲啊，好像比赖清德还要绿，还要绿吧，还要毒。因为那个柯文哲曾经讲了，他说这个台湾啊，不只说只要美国来承认了、啊，他说全世界都应该要承认台湾了、啊。好了，那这样子一弄，那你这个你不是这个，要不然是一中一台，要不然是两个中国，那你这个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吧，对不对？那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况下，那因为这两位啊，他们都可能都没有办法来这个。符合当前美中之间他们博弈下的这个缓和，当然一方面是博弈，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有意要缓和一下这个双方这种非常带有博弈性质的啊这种氛围。那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是不是变成侯友宜反而他的这种所谓的温和中间路线啊，还比较符合现在最新的美中新形势，你觉得怎么样？那侯友宜搞不好，因为当然，因为侯友宜在前面，我认为侯友宜前面之所以低迷啊，当然跟今天中午才跟国民党的一些大佬在吃饭，他们很气，气说为什么这个侯友宜呢，这个引发蓝军的焦虑，又很气很多国民党体系的人还要换侯，一直有这个换侯的声音出来。当然有更多声音，就是说侯友宜的民调之所以老三，当然也有民进党在操作的过程嘛。那民进党
当然最希望把侯友宜打成老三啊，但是不是从另一个角度反过来，民调能不能被操控呢？那现在侯友宜显然在整个中美博弈中，侯友宜的路线是比较可以被各方接受的，也就是说侯友宜选上，可能这个风险，从风险的角度啦，风险系数的角度，就侯友宜上这个风险系数，整个台海的风险系数呢，可以不会往上再升，立刻改善，对，可以下降或者是维持这个现状，但一定是比柯文哲跟比侯友宜，比这个赖清德好。那赖清德一当选的话，绝对是整个台海的局势呢，会更加的诡谲多变，整个这个风险系数马上飙升，要破表、要爆表的感觉嘛。那因为柯文哲虽然说获得了年轻人的喜欢，但我觉得柯文哲在这种选举制度里面呢，他还是占了便宜啦。就老百姓对柯文哲是比较容忍的啊，比如说别的政治人物讲错话的话，可能就不行了。那柯文哲可以讲别人是狗啊，讲上海有一篇心理学的讲心理学文章，专门在分析为什么柯文哲是这副德性啊，为什么变成这样？那我想，因为柯文哲的政治性格里面呢，有一些飘忽不定啦，他可能比较利益的这种取向啊，一下子反服贸，一下子支持服贸，会。我闽南语说会弯来弯去，翘来翘去啦。那其实也是增加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看起来，以目前中美局势下的这个侯友宜呢，他的温和路线呢，有可能是异军突起的机会。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结论啊，就是现在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东亚的情况啊，讲到了这个北约的情况是啊，这个里头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在东亚的话呢，这个这一块地区呢。还并没有完全被美国所掌控，所以说这个地方还是美中的一个博弈的这个竞技场。可是北约那当然完全是美国的啊，它的这个掌控囊中物。那再加上这个日韩澳纽等等，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包围圈了。那所以说这种情况呢，这个在整个的我们总和的来看。啊，这个中美的这个关系当中呢，你要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那明年因为已经进入要到了竞选美国总统竞选的白热期了，现在只是热身而已。那进入白热期了以后，好了，那大家争相来打中国牌，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对中国的这个关系啊，可能就会有一些啊这个负面的严重的影响。那所以说，现在在今年。啊，现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啊，如果中美之间啊可以建立相当的互信基础的话，那这样子可能还可以比较承受一下啊，明年啊在美国选举过程当中所产生对于美中关系的这个残害。所以说这一点在台湾来讲呢，因为我们是明年一月就投票了，对，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刚好是在。美中之间他们想要有意要缓和的啊这种情况下，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整个国际的大环境，是，然后再来决定说我们老百姓啊民众要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结论呢，就是在大环境当中看小环境啊，大环境美中台，小环境红蓝绿，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侯友宜让我们感觉到现在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你觉得如何？我想一个理性中道的路线啊，还是大部分人民的期待。我今天在公园里面拜票啊，跟一些老百姓说啊，那不要战争了，不要战争了啊。对对对。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老百姓的第一个焦虑了，不要战争了。第二个蓝军的焦虑就是说侯友宜他如何能够异军突起，那看起来现在好像各方神助，虽然内部有一些杂音，对他很高的期待，对，有一些乱流，还要加油一点。那今天据说了，刚刚中午有一个饭局啊，据说今天晚上那个新北市啊，正要在帮侯友宜在办一场这个加温的这个造势的场合，那当然也希望就是说中性理性的力量。能够在整个台湾的社会，在整个台海，能够让局势稳定下来，也许侯友宜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说，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那非常感谢啊，这个游志斌，你看他这边写了中立战将啊，中立战神啊，中立战神，因为他选这个中立的这个立委嘛。那所以说，大家如果
有朋友啊，或者说你在那个地区的话呢，就请多多的来支持啊，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年轻有为，而且呢，他这个思想纯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来加以支持了啊。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谢谢大家。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周周抽机票，还有众多好康，让你今年夏天好好玩一下。这波奖品非常丰富，有银达旅行社提供日本、韩国、泰国等旅游夯地的来回机票。周周抽机票，快来试试手气，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参加抽奖，就有机会把免费机票带回家。还有孩子们最喜欢的奇幻岛探索乐园亲子畅玩门票，是小朋友暑假放电好去处，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参加抽奖。另外也有米特才艺中心的乐高机器人、流体熊等丰富课程，让孩子暑假不虚度，从游戏中学习成长。只要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就有机会抽课程礼用券，以及最近非常热门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门票、新北水岸河滨自行车租借优惠券、宜兰苏澳丽桨冲浪体验优惠券，以及大家最爱的小七咖啡。这么多的好康奖项都在中天新闻网 APP 里，快拿起手机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输入推荐代码，任选一个账号注册，填写完资料，来到中天复古乐园戳戳乐，丰富奖品等你抽，赶快来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试试好手气，好康抱回家。